本期讲解一个外面收费600多的闲鱼新玩法，虚拟电商之拼多多助力项目啊，单号能赚是100到300块钱啊。今天给大家外面是收费600多的，大家完整的解析啊项目的整体操作步骤啊，信息差啊，主要是信息差这么啊，拼信息啊只有9亿用户，闲鱼是3亿用户啊，好多人就是专门撸拼多多砍价这个助力的项目。但大多数人不知道渠道，选择了闲鱼做担保啊，至少有个安全感啊。大家看看，闲鱼是最大的二手平台，只要注册实名就可以在平台发布自己的商品，所以不必担心客流量啊。项目的整体原理是拼多多发布砍价商品，人家下单给你口令，你复制口令在网站内下单赚差价啊。具体看操作视频讲解。项目门槛低，只要有手机有闲鱼号就可以做，很适合小白，一个人可能3个闲鱼号啊。这个呢，只要拼多多砍价活着，这个项目就不会夭折，只要有空闲时间就可以赚钱，一部手机搞定，每个号一天啊收益100块钱啊，三个号的话就可以300块钱，非常多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大家看看，还是挺好的一个项目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闲鱼新玩法，或者是闲鱼新玩法虚拟电商，或者是拼多多助力项目，就可以下载本场教程了。